you. <laughs> 我这边可以看到有好几位同学已经进来了，大家可以听到我说话吧。好的，好的，都可以。好，那我们再等五分钟就开始。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看也有更多更多同学，呃，加入直播间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呃，我们上一节课呢，其实是讲到了这篇文章的前两段，但是那前两段呢，其实已经包含了很多呃，我们这节课要讲的这个语这个这个写作知识点啊。我们昨天讲了如何去举例，我们讲了呃几种举例的方法。 以及我们在不同类型的写作当中如何去权衡，如何去使用，在自己的写作当中如何去使用这些举例方法。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讲了一种，嗯，怎么去构思一种中立观点的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是一一种化解对立。在这个题目当中，你找到对立点，然后你把这个对立点化解。 这样子来，呃，形成一种中立的观点，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写作思路哈。嗯，那大家看到我们最后还剩一个知识点，就是对于这种过度情况或者叫做绝对情况的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篇文章，回到这篇文章，嗯，那我们看这个结构。 呃，uh, 我们在讲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时候呢，其实讲过了。我们一开始提到了那前两个，呃，上节课最重要的知识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紧接着从第三段到第七段，以及从第八段到第十一段。我们这节课的前半部分。 会主要关注这个文本本身它的内容来梳理这个文本的内容。那这节课呢后半后半段时间呢，我们会主要关注就是最后剩下的那个写作点。那那个写作点呢，我们会在讲到这个呃误解担忧的这一部分，呃会出现那个知识点。好，所以我们现在呢从第三段开始来看，中间这几段，呃，它其实很短。 然后我们可能会稍微讲的快一点。好，所以在第三段，start with the shape of the hybrid week，它刚刚在前两段的地方讲到了，那想要使这个混合办公模式最高效的方法呢，最关键的点就在于表达清楚、表达明晰。呃，所以。 他先讲了,那所以这个, uh, One of the great theoretical attractions of hybrid working to employees is that they get to choose what days they come in. But the point of in person working is to spend time collaborating and bonding with their colleagues. 但是这个，呃，在另一方面呢，对于这种线下办公的模式来说呢，呃，它最重要的，它最重要的点是需要有这种合作，需要和同事一起进行的工作的话，就会需要到线下办公。That is much more likely to happen if companies are clear about what they want want in the office on which days of the week。所以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 如果说公司的指令非常明确，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周当中的哪几天他们需要团队合作，那么这几天就是线下办公啊。如果能达到这样子的话，这个混合办公模式就会比较高效。大家看到，我们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前面已经见过两次冒号的用法了。 那我们前面两次见到那个冒号的用法，不知道大家昨天上完课还记不记得那个冒号的用法呢？都是冒号前半句是他的论点，然后冒号后面是他的论据，就是用他的论据来支撑他的论点。那我们看看这个冒号前后两句，它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实跟我们。 上节课见到的那种用法又有点不太一样了。前半句在解释，前半句其实是一个呃前面的因前因后果，就是有一个 context 在这里，就是呃需要线下办公的情况呢是需要合作的时候。 然后后面承接了，后面其实承接了这个部分，有一个逻辑关系在这里。那么这更取决于公司想要他们哪几天到场。所以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小小的标点符号，它在整个文章当中，在一些句子当中，它起的作用，你们可以仔细去分析。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两种使用冒号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冒号。 不仅仅是像我们中文写作当中理解的，它只有这种就是冒号后面就是解释前面这个名词的意思。但你会发现在英文写作当中，它这样的标点符号使用比较灵活，并且它有不同的功能。然后第四段，clarity also maximizes the benefits of work from home days。那这个呃。Uh, 表达清晰，表达明确，也能够最大化居家办公的优势。然后，这是它的这个这一段的主旨句。然后，它下面又开始解释：If office time is best spent in a whirlwind of collaborative collaborative brainstorming and socializing，这个这个地方其实是在承接上文，对不对？因为我们上上面刚刚讲到，这个这个线下办公通常是你需要合作的时候。 然后这样子去做，Home days are logically the time when solo and focused work should get done。所以这句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对比。那么线下办公应该适合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线上的办公又适合什么样子的情况？最后一句回到回到这个呃、uh, clarity 这个重点。That requires bosses to do what comes unnaturally to them by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 to interrupt at work 而这个就需要，呃，这个老板他们需要，呃，他们他们需要这种不要随时，他们想打扰的时候，想破坏这种模式的时候就去破坏。好，所以这一段的这个结构也非常清楚，它是做了一个 office time 和这个 home day 做了一个对比，然后结论是，事实上这。 呃，两者他们之间没有 interruption，然后这最根本取决于这个老板他是如何进行分配工作的。好，然后接下来第五段，It is easy to do that if expectations are clear。然后这一段。 It is easier to do that if expectations are clear、so,。如果这个呃老板对他们的期待是明确的话，去完成那件事情也更加容易。那么这一段讲的是一个例子，关于这个这个 a work management platform。这个例子是说他们公司 expects people to come in on Monday, Tuesday and Thursday。 and has a no meeting day on wednesday. 这,这家公司呢,周二, uh, no meeting day. if a manager wants to have a meeting that day, they have to re-contract with their team and explain why it is needed. 如果管理者呢想要在当天开会的话，他们需要，嗯、呃、重新跟他们的这个团队确定为什并且要解释为什么需要开会。那我们看到这里这这一段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语言点，呃，但是他举了一个例子。那我们顺便复习一下，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讲的就是那几种举例方法的话，你们觉得？ 这一段使用的这个例子，它应该算是什么例子呀？ 好，real world concrete fact concrete in general，嗯、um,，对，应该是应该是 concrete real world example，对不对？因为它确实提到了这个具体的具体的这个公司的名字，然后用这个公司来举例，对吧？OK，concrete、okay, real world example。好，然后第六段，by the same token。 Be in explicit when a reply is needed on an email, saves everyone scurrying around in a desperate bid to answer the boss first. 同时呢，这个如果沟通明确的话，员工之间的沟通也会变得非常的高效。By the same token，就是呃同样的道理，也是这个道理，和它类似的表达呢有。 比如说，for the same reason，similarly，likewise，类似的，嗯、um,，类似的。如果指令非常的明确的话，如果在邮件当中指令就非常明确的话，那么大家就不需要去争着抢着去那个呃回答回答这个老板的话，那么这个也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Defining what kinds of work can be done asynchronously. And what requires everyone to get together is a recipe for fewer better meetings。所以最终的目的是提高这个事情的效率。那么如果一开始就能够解释清楚什么样子的工作,什么样子的工作 can be done asynchronously, 什么样子的工作你可以不同步地去做。 And what requires everyone to get together？什么样子的工作你必须所有人在场的时候才能去做？这样子能能够实现更少、更高效的会议。那这里有一个词是这个，asynchronously。As ously, 首先，它是一个副词，它的词源是 synchrony，就是同步、同步。它本身是个名词，是同步的意思。那 Synchronous 就变成了它的形容词，把后缀这个 y 变成了 ou，这个是很典型的这个形容词的后缀。然后它又加了一个 a，、ER、这个 a、ER、呃是一个否定前缀，它是一个否定前缀的这个词缀。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单词它要变成这个否定形式，它都会前面加一个 a，、ER、比如说。 Symmetry, symmetry 是这个呃匀称平衡的意思。然后 asymmetry 就是不对等不均衡的意思，也是前面加了一个 a，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它的反义词。好，那那这里这里我们还可以延伸的是这个 asynchronously，它是说不同步的工作，不同步就是各干各样的，不需要大家一起干，不需要事情是同步的，所以。 Not simultaneously or concurrent in time，不是同时进行的。那这个 simultaneous，它它也是同时进行的。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和这个 synchronous，这个是近义词。那么和它对应的有 consecutive，consecutive Conse 就是挨个的，一个接一个的，而不是几个得一起做。所以 consecutive 是。 连续的一个接一个的意思，那么和 consecutive 类似的词又有 successive，这两个词的意思比较比较接近。嗯，那么大家如果听过这个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以及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的话，那么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就是同声传译，那就是这个讲者在说话的时候，然后这个翻译他在一直跟着他，不间断的一直跟着他。 所以它是同步的。那么，consecutive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就是交替传译，就是讲者说完一段，然后他停下来，这个议员呢给他翻译一段，然后这个讲者再讲一段，然后这个议员再翻译一段。所以它叫做交替传译。通过这样的方法，大家可以把这个 simultaneous 和 consecutive 比较形象的记忆起来、联想起来。同时呢，你又可以联想到这个。 Synchronous 和 simultaneous 意思相近，然后 successive 和 consecutive 意思相近。这样 asynchronous 这个词你也能够记记住，asynchronously 这个词你也可以记住。那么从这么一个词里面，我们可以延伸出这么多个词。好，好，那这是这一段第六段。 接下最后 clear protocols also make hybrid meetings go better 那么更加清楚的这种条例规定呢也会让混合会议变得更加搞效所以这一段讲的是关于这个会议的情况 herings, a shaving firm that has published its guidelines for hybrid working expects each attendee to have their own screen, and promises not to keep discussing the matter at hand once remote colleagues have left the meeting. 这个公司他们是用了什么样子的就对这个混合会议有什么样子的条例呢他们希望每一位参会员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屏幕然后并且告诉他们 只要开会结束之后，只要大家都离开这个会议，就不要再去讨论这个手头上的事情了。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呃，会议低效的原因就在于有一些事情它是就是反复去谈，所以导致这个会议时间很长。所以相当于他把这个会议给他规定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就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只要时间到了之后，大家就不要再去讨论这件事情了。 好，所以这个呃、uh,，Clarity 对于对于 hybrid meeting 方面的效果，也是能够使得开会更加高效。好，那么到第七段为止呢，从第三段到第七段，其实我们都在讲关于 Clarity 这个事情，如何能够让混合工作模式达到最高效的情况。那接下来呢？ 就是接下来这几段，也就是最后这几段，作者就提出了一个管理层的他们会担心的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Some of this will be deeply alarming to managers who worry about slippery slopes。那这个对于有一些这个 manager，对于有一些管理者呢，他们可能会担心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 Slippery slope，什么是 slippery slope？这个中文呢，它叫做滑坡谬误。那我相信大家在预习的时候已经了解过了这个，呃，这个谬误是什么意思了。它就是用一种连串的因果推论，就是 A 导致了 B，B 导致了 C，C 导致了 D。 但是呢，事实上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并不一定说是 A 一定会导致 B，B 一定会导致 C，C 一定会导致 D，所以这样反而会得到不合理的结论。其实这里我也想提醒一下他，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在写作当中，其实还挺容易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你在呃解释一个事情，比如说你是在反对反对一个 statement，那你在论述它的后果的时候，很容易。 你会一直把这个事情它的影响力扩大。那这个地方也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在写作的时候也要注意，注意避免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好，啊，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文章本身了。First, you give people space to focus at home, and soon enough, you cannot contact anyone because they have changed their setting on Slack、like、and are、uh, binge watching Bridgerton. 嗯，um, 所以这里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说，管理者最担心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最担心你你让让这些员工线上办公之后呢，很快很快你就会发现你找不到人了。为什么你找不到人？因为他们可能就在划水了，他们可能就是在线上划水，然后在家不一定是在工作，而是可能是在看《Bridgerton》这个英剧。 好，大家看到他这里的这种描写，其实非常的具象化。其实他就是想表达一种刷剧的情况，但是他特别到了这么一部剧。那这个 binge watch 是什么意思？我这里有解释：the practice of watching entertainment or informational content for a prolonged time span。 Usually a single television show。好，大家看完这个应该很清楚，这个 binge watch 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会说的刷剧，对不对？那像这样子的词呢，我没有给大家就是啊预习材料里面列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词，大家可以从这个上下文当中猜到它的意思。 好，同学一直看就是刷剧的意思。好，所以这个管理者他们认为这个滑坡谬误，他们的这个滑坡谬误心理就是，万一你让他们就是在家工作，但是呢，嗯、呃，你又联系不到他们，很有可能你就会联系不到他们。你让他们在家工作，导致了你很有可能联系不到他们，然后他们就他们在干什么你也不知道，没有办法去监督他们。 所以就导致了这样子的现象。好，那么根据这个担忧呢，作者提出了三项非常有力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解释，There are three answers to such worries，有三个解释。First, expectations are firmly in the gift of managers。好，那么讲到这里，呃，这个 in the In the gift of，昨天有一个同学非常细心啊、哦，应该是前天有一个同学非常细心，在预习的时候发现了这个。In the gift of，它其实是一个固定表达，是说这个事情一直是在管理者的，呃，这个这个决定权，决定权一直是在管理者的手中，而不是这个 gift 本身的意思，不是天赋的意思。这个很好，就是。 非常鼓励同学们去，就是你们在不管是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听课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自己的呃反思，有一些 critical thinking。那也并不是说老师给大家说的东西就都是正确的。那有时候老师也会出现一些小差错，那么同学们能够发现这样非常细致的问题，非常好。好，所以所以呢，第一个第一个解释就是。 嗯，um, 这样子，因为因为 expectations，它的决定权始终是在这个管理者手中。然后他又举了一个例子：Asana's as no meeting day does not extend to meetings with customers。For example，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公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公司吧？我、嗯、们刚刚讲的那个，sorry。 这里刚刚讲到的，这个公司他们确定好周几、周几、周几来上班，周几是没有会议日。那这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不管怎么说，这个设定预期的决定权还是在管理者手中。所以呢，对于这个公司，嗯，虽然他设定了无会议日，但他设的这个无会议日不包括跟客户开的会议。所以呢。 想要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最终的解释权还是在管理者手中，这、就是第一个解释。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解释。Second, burnout is as much of a risk as slacking。好，那这一句出现了两个词，一个是 burnout，一,一个是一个是 slacking。那大家看到这边，其实我已经把它标注出来了。 一个是过劳，一个是泛滥，一个是呃，就是一个一个是过度劳动，一个是在划水。好，这是它的主旨句，然后紧接着他用一个例子来解释。<noise> New research from Microsoft finds evidence for what it calls a triple peak day。嗯，这个微软的一项研究呢，他们发现了一个这个叫做三风日。 好，简单把它翻译成三峰日，因为有三个高峰，哪三个高峰呢？As well as the usual large crests in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morning and after lunch，这里的这个 crests 和这个 p i c k e d 意思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做了一个 paraphrase。那么一般是在清晨的时候 （early morning） 的时候和午，呃，和中午饭之后会出现两个高峰。 around 30% of employees at the tech giant also experience a smaller third bump in work in the late evening now 也有30%的員工 他們在這個晚上的時候會經歷第三次工作高峰所以這三次高峰指的是他們會集中經歷工作的這麼三次高峰 好，所以这是他用了一个，这是一个 scientific example 吧，但是我们看看他是怎么用这个 example 来解释到，来这个 back up 他的这个论点的。That may be a sign of people getting w o r k d o n e when it suits them。这可能是一种迹象，什么样子的迹象？就是。 嗯、呃，人们可能会灵活安排他们的时间，他们决定什么时候想把这个事情做完就是、什么时候做完。比如说，他们觉得就是午饭之后，呃，清晨的时候，还有这个晚上的时候是工作效率最高的，可能是他们在灵活安排时间。Mm hmm. All of the work day extending relentlessly into every waking hour，或者、呃、另一种可能是。 他们的工作时间呢，就变成了，嗯，就变成了只要他们醒着，就是在工作的状态，随时待命，变成你只要是醒着，就是随时待命的这种状况。Setting expectations over things like how quickly notification need to get a response can help determine which one it is. 好，是不是就这边我们有两个猜想，一个是他们可能是灵魂安排，另一个是他们可能是在随时待待命。嗯，但是呢，只要只要确定去规定这个，呃，去通知这个你的大浪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应该给回应，设定这样的预期之后，我们就可以大致决定，我们就可以大致判断究竟是那种情况了。所以，同样呢，这一段它最后还是落脚到。 最后，这个有预期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句是它的主题句 （topic sentence），然后中间呢用了一个这个三丰日的例子来举例，最后它的落脚点又落回到 setting expectations is very important 这样一个事情。这一段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开头有它 topic sentence，然后。 呃，中间都在论证，用了一个举例的方法来论证，然后最后在总结的时候是一个 so what sentence，对这个对前面的这一段情况有一个升华，并且落到了它的重点。好，那我们很快把最后一段也讲完。讲完啊、lastly, good performance is not defined by employees' locations. At specific times of the day, but by what they achieve。好，最后呢，我们关注的这个好的表现的标准呢，并不是他们每一天在哪里工作，而是说 by what they achieve，而是他们真正的产出是怎么样。What Mr. Bloom calls managing outputs, not inputs。好，引用了一个人的话，要去管理产出，而不是 投入, if bosses can articulate what counts as as productive activity and evaluate regularly it matters less whether employees are at headquarters or sticking out the spare bedroom 呃，按时的去去观测、去监控，是否是否工作是高效的。那么对于员工来说，不管他们是在这个公司工作呢，还是在家里工作，其实都无所谓。这里有一个表达是 “stink out the spare room”，the spare bedroom。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大家就是读完这一段的时候，大致也可以猜出来。 这个 stink 是什么意思？OK，摆烂很好。stink 它本身就是，就是有点那种食物发臭的意思吧，就是呃不怎么懂，就是在这里可能就是形容这个员工他不怎么动弹，一直待在这个卧室里面。好，刚刚同学说这个摆烂这个词就非常合适，不管他们是在家摆烂呢，还是在。 公司工作呢，最终的目的，只要他们把他们的活儿干好就 OK 了。Managers may have concerns about hybrid working, but it is pretty clear what will make it successful. 最后一句呢，是对最后这三段的总结。所以，管理者尽管会有这样子那样子的担忧，但是呢，很清楚的是，我们会知道这个混合工作模式。 是怎么样能够获得成功？哈。好，那么到这里的话，我们这篇文章文章的内容就梳理完了。现在呢，我们来重点看一下最后两段，最后这两段。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任务，呃，我现在来切换到这个 PPT 页面。 好，这里有个题目：It is better to save money than to spend it。攒钱更好，而不是花钱。攒钱比花钱好。How far do you 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Is saving more important than spending in today's world？好，这又是典型的一个就是同意与否的题目。那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呃、uh,，structure outline，就是说。 现在这个题目呢，我们可能大概要写个二百五十词的一篇作文。那大家现在来构思一下，现在给你手头这样一个题目，你会怎么去构思它？大家只需要写一个，就是 outline，写一个大致的，你打算这一篇文章，比如说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大致的这样一个结构出来就可以。我先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思考。 我先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思考啊，然后大家想好可以把你们的呃想法发到聊天框里面，然后我们几分钟之后一起来讨论一下。 只需要思考这个文章的结构啊。 好的，时间到了，我看看，我看看同学们写的 introduction 描述两边观点，然后主体段一存钱的好处稳定，花钱的好处更好的享受生活，投资能带来回报。以前，呃，然后第三段，哦哦，嗯，这个 body body part 部分的第一段是存钱的好处，第二段是花钱的好处，第三段是。 以前和现状，然后最后是 conclusion，然后这样子一共是五段。好，但是呃，同学的观点就是是一个是中立态度，对，就是存钱也有好处，花钱也有好处，对不对？然后下一位同学，第一段描述描述一下现状，然后点明核心。 存钱更重要哈。第二段阐明几个原因：存钱，存钱是为了急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可以用于投资。然后第三段总结核心观点升华。好，一共是三段，然后主要论点都放在了第二段。第三位同学，首先开头先说一个用一个现象引入，然后，呃，第二段。 生活也不在于一时的省钱，而在于有计划的省钱和花钱。由此引出，并不冲突。如何有计划的同时践行两者？最后两段可以表明怎么做。好，这这位同学应该是这个中立的态度。但是呢，最后两段可以表明怎么做这个地方，应该不不需要写了，因为这个题目当中问的是。 How far do you agree？他并没有问你的解决方法，所以你可以把更多的笔墨用于描述为什么你觉得花钱也是必要，存钱也是必要的，就不需要再说怎么做，然后最后总结就可以了。好，下个 introduction，好，都已经写好了。嗯，第一段为什么要存钱和？ 存钱，第二段花钱的好处，Conclusion 支持那个观点？OK，嗯，因为这个题目当中他问就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所以最好在开头的时候表明作者的观点，因为开头你你的观点决定了你之后的论据，你你两段这个 body part 会怎么写？那比如说你开头是同意。 应该要花钱，应该这个花钱比省钱更重要。那你可能接下来的两段就会集中去说，为什么花钱重要，为什么省钱不重要，没有花钱重要啊。好好，嗯，好好的，后面的同学我就不一一去看了。好，大家基本上。 我看大家的结构呢，基本上都是开头 introduction，然后两段到三段这个 body part，然后论述你们的观念，然后最后 conclusion，对不对？好，基本上就,就是是，我们如果考虑去写这样一篇二百五十词的小作文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思路了。四段到五段是最合适的，因为相当于你这。 呃，你的开头段和结尾段会稍微短一点，然后中间的那两三段会稍微长一点，这样子的结构呢是比较合适的。嗯、呃，那么大家来看一看，我把这个思路也列出来了，基本上和同学们的差不多。那么第一段就是一个 introduction，呃，引入这个话题，对吧？刚刚有同学是用现象来引入，然后也有同学是。 直接去 paraphrase 一下它的这个题目里面这个 statement 都可以哈。那么我这边采用的这个呃写法就是我的观点呢是中立的态度 balanced viewpoint。然后我打算第二段去写 saving money is important，就是先讲啊，节约呃这个节约用钱是很重要的 excessive spending is terrible。我用这个 过度消费来引入，然后引入到我这个核心观点是 saving is important。然后第三段呢，我会从反面去讲，我会从 excessive saving 去讲 excessive saving is as bad as excessive spending。相当于我讲了一段呃节约用钱是好的，然后我又讲了一段，但是过度节约和过度消费是一样一样的问题，就是从反面。 去呃论证了这个观点，然后最后一段呢是一个 conclusion。那么两个方式都应该是 moderate，都应该是综合的，不能不能呃过激。A is as important as B，二者是同等重要的。好，所以这一篇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下来，那么中间这两段是会比较重要的。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嗯，um, 我们要来写一下第三段，就是现在我确定我第三段的这个主旨句，它就是过度消费和过度过就过度节约和过度消费是一样糟糕的事情。那我们刚刚在讲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倒数第二段，我们要使用这个思路，burn out is as much of a risk as lacking。我们要去模仿这一段来写。 我们的这一段，好，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文章原文的这一段。这一段就是，其实我刚刚有讲过，这个它是用它的这个结构就是这样的三明治：先是 topic sentence 主旨句就一开始就亮出来，然后中间全部都是论述，最后有个 so what sentence，就是总结核心观点，然后升华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套路，然后有一个 topic sentence，那你中间的论点可以是一个大论点，两个、三个并列的论点都可以，然后最后总结的是一个 so what sentence，对吧？这一段是这样子写的：过劳和犯滥是一样子有风险的。好，所以呢，和我们的和我们的。 这个这一段，我们如果要写这一段，以这一句话为主旨句的话，套路很类似，思路很相似。好，嗯、呃，这样吧，我还是先这样，我还是先不讲，我还是先给大家稍微给大家两三分钟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来展开写这一段，你会怎么写？好，我先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你们不用写出来了，你们就在，你们就在脑海里面想一下。我稍微给大家很短的一两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这一段怎么写。 好，时间到了，那差不多大家应该是自己也有一些思路了。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来模仿一下这一段，我们也先有一个 topic sentence，然后中间来来论证，然后最后有个 so what sentence。好，所以我基本上我是这样子给他规划的，就还是主旨句。好，这就是主旨句，我已经有了这个核心论点了。 然后呢，我会有一个让步，然后再再反驳掉这个让步，有个转折，然后再说理，最后最后是总结的。So what sentence？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 topic sentence。Excessive saving is as much of a wrong habit as excessive spending。那这个原文当中呢，它是。 As much of a risk as hanso feng sian, or junish, guru Admittedly, saving can be a good discipline for people to develop, as it builds skills of planning and reaching targets. 我先讲一下，saving 是一件好事。我可以，我我承认这个 saving 呢，它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让人们养成一些，呃，就是制定目标，然后达到目标的这样子的习惯技能啊。然后马上转折。In the case of excessive saving, however，但是呢，如果说的是过度节约、过度节省的话。 One is shaped into a person of persimony, that's depriving his or her chance of living for the moment and embracing recreation and happiness mm -hmm. 那如果是过度节约的话,那很有可能把人就是人会培养成一种非常吝啬非常小气的这样一种品格,所以呢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这种活在当下的。 机会，呃，活在当下的这种幸福感，以及也没有办法去，呃，非常就是，呃，去去享受一些快乐幸福的时光，which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gain in the otherwise reserved lifestyle。那么，在这种非常拮据、非常吝啬的生活方式呢，呃，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 好处呢就没有办法得到了，savings become meaningless if they are not to be spent properly。好，所以大家看到，基本上我是从这个让步来引入这个说理的。我先说 saving 是一件好事儿，但是过度的节约它就是一件坏事儿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呃，如果说他们最终不会就是合理的被花费。 那么你的这些 saving，你所有的这些存款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最后的 so what sentence，therefore，an emphasis on sensible saving 在合理的节约，rather than excessive，should be a universal strategy。因此呢，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大家都认为应该是 universal 的这么一个策略，应该是 sensible saving。 有节制的节约，就是有度、适度节约，而不是过度节约。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就我们就写完了，就是套用了呃这一段原文当中这一段的这个说理模式，然后把这一段给写出来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文章当中的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他是这样子说的，呃、uh,，good performance is not defined by blah blah b u t by blah, blah blah。那么他这种思路就是决定性因素不是 A 而是 B，然后紧接着他怎么去解释的呢？他是用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些老板都可以合理的说明什么样，他们认为什么样子是高效的工作。 并且能够好好的管理，那么不管是他们在家工作还是在呃公司工作都无所谓了。好，所以假设如果可以怎么怎么样，那么就不必担忧什么什么了。然后最后的一句结尾，Conclusion: Managers may have concerns about 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忧，但是呢，我们会知道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他是会成功的。好，这、就是有一个收尾。 那我们现在呢，依然来模仿一下这一段的写作模式。我们来看看，我们要写个 conclusion 的话，可不可以套用刚刚的这种模式？好，我们因为我们刚刚写的这一篇呢，都是从头到尾都是中立的态度嘛，所以最后也是觉得，呃，两种方式都是重要的，并且应该是 moderate 的。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就是最后是一个中立的态度的话，这一段它的写法是决定性因素不是 A 而是 B，那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能不能这样子也仿照一下？那我们不管是为了节约用钱啊，这个，或者说是攒钱，还是。 消费，那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稍微想一下。 规划，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规划，决定性因素是。稍微再等等看看，大家先想一下。 健康平衡的生活，好，最终目的是为了生活。It's not how much money is saved, but how wisely the money is planned。好，很好，基本上就 get 这个思路了。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呢，不是什么，而是什么？ 制度其实也可以是明确化，量入为出。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模仿这一段的写法的话，我们来给我们刚刚的这个题目来收一个尾。好，呃那因为是结尾段，所以 呃，uh, 我我可能就想，我要两句话就给他结束，不能太长，不能让这个结尾太长。那我应该会比那我那我想我应该要比这个，就是这一段稍微再缩减一点，我不会跟他写这么长，因为考虑到我这一篇呢只有二百五十词，所以好，我一开始就第一句先去模仿模仿那一段的这个写法啊。 more most importantly, the value of money is not measured by quantity, but by quality. i n other w o r d s how it is utilized. 这个和刚刚同学写的，刚刚有位勇敢小狗同学写的，"It's not how much money is saved, but how wisely the money is planned." 很相似，好，就是这个思路。不是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不是 A，而是 B。然后呢？ 我也我也给了一个小让步。People may tend to save what has been earned, but money is used for spending, after all. 那可能大家会想要有这样一种攒钱、有这种节约、节约钱的冲动。嗯，但是呢，他最后还是要用于花费的，因为挣钱就是为了花。所以最后很简单的一句话：Therefore, spending is as as important as saving。然后就结束了。 基本上就是用怎么比较简单的三句话，然后把这篇文章就结束了。嗯，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第二个练习，其实是我们通过这个题目做了一个整体的思路，整体就是规划你如何去写这么一篇文章的思路大纲的这样一个练习，然后我们做了一个。 第三段主体段的段落练习，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第四段结尾段的一个段落练习。那我们第三段和第四段呢，其实都是在模仿这篇文章，我们今天讲的这篇文章的最后两段它的写作思路来写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 其实主要就讲了这三个，这三个写作上的知识点。第一个是，呃，一些举例方法，以及这些举例方法对应到这篇文章当中，我们看到它使用的举例方法比较多元，以及，呃，对应到我们的写作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这样一些方法。那第二个部部分呢，就是，就是怎么去寻找这个对立的本质。 然后再去化解对立。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讲的这个，对于过度情况的解读，就是、um，嗯，excessive saving is as bad as excessive spending。过度过度怎么样和过度怎么样是一样是一样糟糕的情况。对于过度情况，我们如何去解读？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嗯。 我们今天读的这篇文章，就是《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它的写作思路其实是一个从头到尾贯穿的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从呃这个线上工作的优劣分析和线下工作的优劣分析，从中去寻找一个中间点。所以他在讨论这个混合工作模模模式，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思路一直在撑着他整篇文章的写作。所以相对应的。 我们包括昨天和今天选择的这两个练习题目呢，其实都是在帮助大家去思考：如果你想要走一个中立的观点的话，你可以从哪些角度去破解？你可以从哪些角度去，呃，探索你的思路？不管是去寻找这个对立的本质，还是对一些比较过度绝对情况的解读，好，最终目的都是这个样子。 嗯，那我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呃、嗯、因为对于中立观点的话，有些题目，有些题目是比较适合写中立观点，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saving and spending 这个题目，包括昨天的那个 soft skill and hard skill 类似这样子的题目，它是比较适合写，就是你可以写中立观点，但是对于有些题目的话，嗯。 比如说，我们昨天的这个，我们昨天的这个这个例子，对于一个观点正反两面的讨论，学校应该在每门科目上都接受同等数量的男女学生。那么，对于类似这种题目的话，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好像很难去取一个中立的态度，因为如果你取中立态度的话，比如说你一段写。 学校应该，呃，每门科目都应该是相同数目的男女生，然后另一段又是不应该，是相同相相等数量的。那么这样子造成的后果就是你的立场，就是有些混淆，就是不明确。那究竟应该是相同数量的，呢，还是不应该相同数量的呢？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提醒大家，嗯，虽然我们学了很多这样子的方法，但并不是。 万能公式并不是说每一个题目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套中立的观点，那还这个本质上还是取决于这个题目它是不是适合用这样子的方法。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最一开始的这个呃上课的思路，我们去我们因为。 要关注写作当中的这三个部分，所以去关注了这篇文章当中的行文框架、观点、论证方法，还有用词和语法。我们现在来想一下，我们我们今天做的第二个练习，做了一个这个，呃，做了这关于这个文章结构、这个作文结构的这样一个练习，涉及到了结构方面。 然后，包括我们昨天的这个举例方法，还有这个，呃，还有这个关于呃中立态度的化解分歧的这个方法，包括今天的这个对于过度情况的解读，其实都是在借鉴这个文章的观点，还有它论证方法。那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去刻意的，就是呃，去关注这篇文章当中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句式啊，表达是我们能够借鉴过来，我们能够学习的。那到目前为止，大家通过之前的预习到这两天的讲解，那基本上已经是在从这个被动，就是你看了这个东西，然后哦，你下次看可能知道你看过，到主动，我们已经主动的再去思考它可以用到什么样子的题目当中。 那接下来呢？大家会去写这样一篇文章，然后这个才是真正考验你能不能把我们这些天学到的这些知识，从被动转转变为真正主动的知识，变成你自己的知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讲完了。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周末思考一下，然后到答疑的那一天，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发在。 发在微信里面，我们集中的来解答一下，好吧？好，那我结束直播了，同学们再见。